同志们，我们今天开班委会的内容呢，是连里准备让我抽出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整理一下我多年积累的菜谱。马上就要出书了，处女座，到时候我给你们签收。这个星期我不在的时候呢，连里决定由王班副代理班长，大家欢迎一下。刚才大家热烈的掌声，我可以听出来，大家都盼着这一天。我挺感动。干啥呢？你在干嘛？我现在想起了我的前任老高，盼了这么长时间了，都没有盼到这一天，让我给赶上了。喜姐，换一种高兴的方式啊。那个洪班长，总结这个炊事班菜谱的事很重要啊。对。啊，你慢慢来，有我在呢。你就照着这个半年乃至一年的时间去整理吧。也不同意、你这种期望当然是可以理解的。不过王班副啊，当一个星期的代理班长对你来说已经是很艰巨的任务了，道路是很漫长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好在我就在玉兰市整理菜谱，你有什么不懂的疑难杂症随时可以找我向我请教，我马上就会站出来帮你。这个人一见皇上就磕一个脑袋。对，我这个智慧当个班长还是可以的。你这个脑袋虽然是比我大了这么一点，但是脑袋大不一定装的是智慧啊，也许是脂肪呢。叫什么像啊？什么脂肪？你见过这么大脂肪在脑袋上？不过王班副在这里当班长啊，大家一定要支持他的工作。谁要是不支持，我就好好的批评你们一下。你批不批评他们，我并不在意。我在意的是，你们能不能保证洪班长在和不在一个样？他当不当班长一个样，他当班长和我当班长一个样。咱们一样，放心，都这么大人了，肯定是一模一样。我没有说模样，我是说工作质量和工作作风。你放心吧，洪班长不在了，也没个好人管。是，自己严格要求呗。对，就全靠自己。等等，什么叫没好人管？我不是好人吗？你这玩意儿，绝对是好人。我们的意思是说呢，对于能力差的班长呢，我们尽量支持，是吧？尽量。什么叫能力差呀？我是胸怀壮志，没有遇到好机遇啊！小强，真的不会说话嘞。对，遇上好机遇，啥人不都能当班长？对呀，啥人都能当。你们怎么话呢？你们咋这个对人讲话？虽然说的都很有道理，但是、那个散会吧。没有，我再补充两句。喂，干什么？这就开始了？哈哈，算你们狠，我提早还回来的。胡啊，你平时这个馒头挣的挺好的呀。哼，谢谢夸奖啊。那为什么我一当班长，我就觉得您这个馒头质量不如以前了呢？这个面板还是从前的面板，擀面杖还是从前的擀面杖，人还是从前的人，馒头还是从前的馒头。哎呀，只是班长不是从前的班长了。你的意思是说换了班长了，所以馒头质量才下降了？就炊事班的馒头也长势利眼啊？我不是那意思，这馒头根本就没下降。怎么会没下降呢？那为什么战士没有说好的了呢？
天天吃，一天吃三顿，谁能天天说好啊？王班长，你放心吧，啊，我不会因为你当班长了，这馒头就下降了。你让我那么干，我还怕砸了我自己招牌呢。那为什么我觉得你这个馒头不如以前了呢？你味觉系统出问题了呗？不是我的味觉出了问题，是你的心态发生变化了，小郭。你这样，你以后整馒头的时候，我得先过目啊。你行，我知道你非常想超过洪班长，但是你得凭实力啊，不能老不相信战友。你看，我是很相信你，但我是领导啊，我放手不放眼。那个小马啊，你以后炒菜这个事儿，你还交给我吧，好吧？不中。是洪班长让俺锻炼一场嘞，连连长都夸俺炒的菜了，金杯银杯不如战士的口碑啊。那为什么我一当班长以后，我就觉得你炒这个菜不好吃了呢？就失去了战士的口碑了呢？俺没有发有啥变化呀。不对，是你的潜意识发生变化了。哎，娘啊，潜意识你也管？没有，菜班还是这个菜班，菜刀还是这个菜刀，人还是这个人，菜还是这个菜，这个味道就不是这个味道了。哦，可以说你以前炒的菜，我对你的评价那是相当的凑合了。你现在只能说是凑合了。我绝对保持原有水平了。保持原有水平怎么行啊？我当了班长，你就要提高啊！那个，你以后炒菜的时候，我得先过目啊。我的娘啊！咱连谁都不相信。哎，毛，我这领导我放手不放眼嘛你。哎，讲讲。那个王班长，我这坛子还是那个坛子。停。要不然说你是最没有创意的一个了。我说这个坛子不是这个坛子了吗？啊，那人还是那个人，咸菜还是那咸菜啊，这个人还是这个人。那为什么我一当班长以后，我就觉得你这个咸菜不如以前好吃了呢？我让你真冤枉我了。我跟你说，咸菜它不是每天都腌的，就这咸菜还是洪班长时代的时候腌的呢。那就怪了，那为什么我觉得你这个咸菜变咸了呢？哦，是不是因为我当了班长以后，你就往里边多撒了一把盐啊？王班长，你说这话啥意思？你这不实事求是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你让我撒盐，我还不舍得多撒呢，我还琢磨当节约标兵呢。不是你要是觉得这个口味咸了，我现在给它整淡点。啊，别回来、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盐放少了长毛了怎么办？姐，你这是给我上眼药啊？你这是？不是，那多放也不是，少放也不是，那你让。不就这么的，那你这样得了。别，你看你这个人，我也不是不相信你，是不是？行，这盐你就自己放吧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那个我得过目啊。哎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大成回来了。嗯，回来了。哎呦我娘，怎么还拉个大活人回来啊？这就是传说中卖菜的二丫，我到了大棚去拉菜，他要跟着回来，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。对，这位就是传说中的班长，王班长。你好，久闻大名。哎，没啥名，仅限菜圈。菜圈就是卖菜这个圈。哦，来，坐。好。那个二丫，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，这个大侄前几天也是在你那买的菜吗？是啊。那就不对了，那为什么我当了班长之后，我觉得这个菜的质量明显的下降了呀？那不能，这菜直接从大棚里摘下来的。一分钟没耽误，直接就搁上了大周的三轮车，绝对新鲜啊！是哦，直接装的是吧？对，那个农药洗净了，还给你洗干净啊？你以为上超市买菜呢？我们呀，根本就不用农药。对，我们用的是新技术，无土栽培，离子水杀虫啊。对，我明白了。你看，我说这个菜的质量为什么下降了呢？那为什么这个我一当上班长之后，连这个菜都变成什么无土栽培了呢？我们无土栽培的水里面有营养液，绝对环保。嗯，哎，大周，嗯，王班长啥意思？哎呀，不放心，不相信我。我说，王班长，你应该相信二丫，相信我。谁当班长，我都是一样买菜，我是不会变的，就是不会变。即使破了、碎了，还是一个优秀的采购员。大周，你我拿本去。干啥？这好师傅的记下来。一会儿哪没工夫打你。大棚还是那个大棚，三轮还是那个三轮，二丫还是那个二丫，人儿还是那个人儿。哎，行，那个大哥，我问一下，为什么这个菜里边没有这个泥土的芬芳呢？这什么耳朵？这天耳听那耳朵冒出去了。刚才不都说了吗？无土栽培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明天你代替我到二丫那买一次菜，不就啥都知道了吗？你这可以啊，
我就是想看看同样的大棚能不能种出两种不同的菜来。对，二丫你别忘了抓点泥土和农家肥，咔咔吧撒到菜里。哎，大壮，这么新鲜的菜撒那些干啥？因为王班长特别喜欢泥土和农家肥的那种芬芳。挺不奇怪。真的啊，王班长，欢迎你去我们那儿品尝啊。啊，品尝那个无土种植的蔬菜。哦，哎呀，行行行，小什么小什么，你刚刚搬东西搬东西，快好好品尝。听声了，哎，回来了，我看见了。回来了，王长来了。怎么样？我说的都属实吧？哎呀，我又没怀疑你，我就是了解一下情况去。那你还了解啥？是啊，你们在这干什么呢？坐着干什么呀？赶紧干活去！不是你说的吗？说等你回来我们再开始工作。对啊，你不在跟前监督，我们怕干的没有洪班长那时候好啊。是，你不在跟前监督，我怕你批评我说我在你当班长的时候故意多放言。是，我们在这等着你啊，等你回来啊，给我们提高技术，比洪班长那时代更上一层楼。是，谢谢。你们太信任我了。不客气，你对我们太不信任了。行了行了，这事不讨论了，你们赶紧干活吧。快快快，我这拿了。那个王班长啊，这个是连菜筐一起拿还是这么拿进去呢？行，王班长，这菜叶自己掉的啊，不是我掰的。王班长啊，这黄瓜上掉俩刺不是我碰的啊。一个那个王班长，这上面的泥土不是俺故意弄的啊。哎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们这是故意弄我呢。来不及啊，那个大家都快点啊。王班长，又闻已经热了，该炒菜了，请班长果木。那个放花椒啊。哎，行，你看我说这几天菜不好吃了，怎么我一当班长你这个花椒就多放，你放不起去。那我多少呀？少许。该放盐了啊！哎呀，你看又放多了，你放回去一点儿。放多少呀？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少许。行，放错。哎呀，又放多了，你放回去。少许。要不然自己抽了。提高技术是要精益求精嘛，我这是研发质量款。王我好不容易当个班长，我必须要在洪班长的技术上提高啊！你支持一下我行不行啊？我可以支持你啊！那我感谢你啊！我请教你干什么呀？报告王班长，这个菜我都放坛子里面了，请班首长过目。你腌个咸菜，我过什么目啊？你不说我干点啥事你都得过过目吗？姐，你这不是捣乱吗？行行，我过过目了啊！不是，咱放多少盐呢？盐啊！哎呦我的亲娘，你来来来，你拿着这个你自己放好不好？要不要全放进去啊？少许，少许，那行少许少许。哎，六胡啊，把你的天平借我用用，我看少许是多少啊？哎，王班长，啊，面和好了，过来看看，请班首长过目。王班长，我这菜炒好了，是不是要出锅呀？看看呢，行不行啊？这你快看，我这像不像出锅呀？别出锅，你别出锅啊！是，这怎么了？我忙得过来吗？你这个不行啊，你这腌一个坑啊，这是？那这还没蒸熟呢，可不腌一个坑？那你赶快蒸啊！你想耽误开饭时间吗？这还没放发酵粉呢，整啥呀？你没放发酵肥，你叫我过来干什么呀？放多少啊？不得班首长过目吗？这不等着呢吗？哎呀，我的亲娘啊！就这些行不行？这行啊，够了够了，绝对够了。我怎么觉得少呢？平时放比这多呀。少这怎么着？你别生气，我王班长，弟，谁是王班长？你啊！哦，对对对，那个你们赶紧，我去看看，快快快！不是，这行不行？行啊！大头，哎，看我什么事？哎，这样，菜圈大腕二丫来了，请您谈谈。看见没有？王班长，上次在我们那买的菜还不错吧？哎呀，很好，你那个新技术我第一次见，
啊，那个二丫，以后还是让那个大手接着去买你那个菜吧。我当这个班长，我当的太忙了。有事吗？我来找大周，给他呀推荐几个新的品种，顺便定一下菜的价格。好，行，那行，不是，我哪敢谈呢，班长。还是你亲自跟二丫，谈谈。你看这买菜又不是买冰柜，您自己谈。不，班长，你当班长就这几天，你说我再整错个啥，真是怕耽误你赶超红班长啊。行，二丫，那你坐啊。那个咱们简短解说。您先了解一下这个市场价格。哎，好。这个呢是市场的蔬菜价格表。这个呢是附近城市的蔬菜价格表，还有这个呢是全国蔬菜的价格表。最重要的是现在国际市场的蔬菜价格表。别，行，你再把月球的市场价格表再给我拿出来。那个咱们国际市场的那个价格表就不用看了，就是那个附近的那个价格，你给我说一下就行了。这个等一等再说。您先看一下，这个是国内外关于无土栽培蔬菜的技术和营养成分的研究资料。您过目。娘啊，我看这干什么？我也看不懂。我是个炒菜的，又不是卖菜的。您看完了，我们才好定价格呀。定价格，你大侄儿怎么定个菜价这么难？您就定他。不，就是我跟二丫谈，你也得在旁边看着。必须这种事儿得请班首长亲自过目，真的。我的亲娘！班首长困了，休息。行。磨磨唧唧的干啥呀？怎么不开饭啊？干什么？饿的都嗷嗷叫了，光拉客都拉了两回了。你这个饭没好，你这么集合干什么呀？你说干什么？吃饭啊！每天都是这个点开饭，这是干嘛呢？这是？你还面上人家了？都让我干嘛上就好了，你让他们再唱一会儿吧。你快点，快！来，唱大马归来，大马！快点！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是？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我说你们干什么呢？开会了啊！这天我代表连署长联系你们炊事班的会员。洪班长，今天的午饭晚开了10分钟，连署长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在这儿，我向你们炊事班提出批评。署长，他现在他是班长，我在整理。你看，一说批评你就找王班长了。是，我是有责任的，我来的太晚了。不是王班长，不是我说你，人家洪班长当班长那会儿都是提前几个小时就把饭菜做好。副部长，你说的太夸张了，那是早饭吗？几十分钟他是有了吧？有啊，两年了，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。你这当代理班长才两天就发生了误饭现象啊？你要好好想一想怎么办啊？副部长，我真的是很努力啊，我是事必躬亲，我忙的这个脚脖子都打着这个后脑说了，我最后落个什么下场呢？我这个心冰凉的。我整理出了。行了，你先别动着。你听我说，这个事儿啊就这么地了，以后要总结经验教训。是，今天要不是我，你们非要在全连挨批评不可。谢谢副部长，但是我认为这个事儿啊，这个会没法开了，你们自个儿总结吧。副部长，部长，我要结束啊！组长，您慢走。这总结，这来，就，谢谢啊！我终于救回来了。开心。这个事儿我是有责任的。对。但你们就没责任吗？我饭开完了，不是丢我一个人的脸，是丢你们所有人的脸呀。王大夫说的确实有道理，这个事啊，就是他不批评我，要批评你们。这个批评人，你怎么总比我晚半步呢？同志们，不是我批评你们呀，在洪班长阶段，你们是生龙活虎；到了王班长阶段，你们成虾兵蟹将了。你是真心想支持啊，巴不得有人能超过洪班长。培养新生力量嘛。为了能支持你的工作，我是特意啊到那个二丫的大棚里摘最新鲜的蔬菜，还特意把二丫拉来征求意见，这在洪班长阶段绝无仅有的。没有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？因为洪班长的信任我，你不信任我。是。
我买的最新鲜的蔬菜，你还嫌太干净了？说鼻子闻不到泥土和农家肥的芬芳。哎呦我天，鼻子挡住你前进的道路。你是啊，我得记住一句，我也是真心想支持你。是，就洪班长那套红石激将法，啊，拙劣的表演早就看腻了。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当然了。你老演员的功力跟那摆着呢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非常想把你捧红，是啊，包装啊啥的，这是各种手段全都用着，媒体见面会，但是你得有实力啊。你没实力，你别说包装了，你装包里也不好使。完了，就是分不分实力，实力影响了你前进的道路。对，我更是想支持你的工作呀。我是怎么想的呢？我新领导来了，我可以发挥我的能力，大展拳脚。可是没成想，你连放盐的权利都给我剥夺了。我觉得是疑心阻挡你前进的道路。对呀，对呀，俺也是呀，真心里想支持你。俺本来想着吧，先把当商人了，能给俺点机会。可是你咋每天跟个监工一样，是啊，挡住了你前进的道路嘛？对，你们俩嘛，记住，同志们，我明白了。是我立功心切呀、啊！我作为一个领导，不能把这个事管得太细了，什么都管，要不然我长这个八条腿也没有用、啊。就是呢，更何况你还没长八条，才长两条。你怎么弄？你连螃蟹都不管用啊！我跟你说，螃蟹算啥呀？蜈蚣也忙不过来。是呢，就是螃蟹和蜈蚣的腿都长你身上也没有用啊！不是，没病你能没事？你看又比我晚半步吧？你看，还在那老高当不上班长。那个同志们，我明白了，我保证从现在开始。我会相信战友，鼓励战友，为建立一个和睦的班集体而努力奋斗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管得那么细了，你们就尽情的去展现吧。上二丫大棚里采摘去，再蒸锅馒头去。哎，我去抢菜去，我给你们当下手去。干什么去啊？杨将军，快熄灯了。谁知道？那个上班前呢，咱们先开个早会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坐，不开会啊？快快快！哎呀妈呀，这昨晚睡觉前不刚开吗？会吗？开过会，先开开。哎呀，前几天呢，我对大家不信任。你个娘，这咋了？管理态度呢，简单粗暴。这有哪一处？啊，是我的不对啊，我向大家道歉。没关系吧？你觉得呢？那有啥关系？是不是？是，我觉得没啥关系，真的没啥关系。猫，你说呢？那都是一个班了，有啥关系呀、啊？没关系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洪班长说的对啊，要充分发挥每一个同志的主管能动性啊。那个，我当班长的时间有限，我非常希望呢，想干出与洪班长阶段不一样的成绩来。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，在原有的基础上呢。创新，明白吗？明白，你明白吗？那我能不明白？我文化那么好，你明白？创新谁不明白？创新，猫，你说呢？这还能不明白吗？明白，全明白。那个同志们，展现你们自己的机会就摆在你们眼前了，你们就尽情的发挥吧。好，那我就先说两句。好。我觉得啊，要增加这个菜的色香味儿，我主要在色上下功夫。我炒的菜还是很好吃，主要就是不够色。我支持你啊，猫，你就尽情的干吧。是，那我也再说两点哈。那个，我觉得呢，这个现在我腌的咸菜吧，含盐量太高了，这盐吃多了对人身体不好。对，我准备呢降低我咸菜里面的含盐量，争取向凉拌菜靠拢。好，我支持你，干吧。我准备把我那个主食再增加几个品种。现在的品种略显单一了，我只是你尽情的单一吧。好呀、不是，我说尽情的花样翻新吧。没问题。我准备啊，再买一些这个二丫那无土栽培的蔬菜。哎呀，就是贵了点。没事，尽情的贵吧。不是，我是说一分钱一分货啊，你们要记住，就尽情的展现吧。一定要超过洪班长在的时候啊，创新。请进，部长来了。哎呀。
组长，来组长来了。哎呀，同志们的工作热情很高涨了。对，大家的积极性都被我的这个汪氏激将法给激励出来了。这个小姐啊，快快把这个咸菜摊子拿过来，快快快！组长，你看小蒋做的这个咸菜，哎呀，哎呀，真不错，上门了。啊，这怎么回事？盐的含量太少了，我这不响应你的号召创新吗？我这黑猫就是你创新出来的呀，就全处理了。那个组长，我们来看看小虎。小虎呢正在增加这个猪食的品种啊。他这个不对呀，这么多馒头花卷没吃完又做新的，这不浪费吗？做少了不行啊，这响应王班长的号召，我得创新呢。然后做这么多吃不着怎么办？你行了行了，别做了别做了别做了，没做。那个组长，这是蛤蜊啊，我们去看看小猫。小猫，小弟，小猫啊，啊，这是第谁个小号啊？一般的那个几号饭啊？我娘猫啊！啊，你这个边都超过了没有？怎么绿了？超过了，我是想你的创新号召，主要是一个筛上下功夫。你是够筛的了，人多要超不收的话，吃了容易伤吐下泻呀！我娘，你给我吧，给我！幸亏我发现的早啊，杜绝了一切事故啊！不行，我马上向连署长汇报去。哎，杜长，这个事儿就不要麻烦连里边，我们自己解决吧。怎么解决啊？我不能隐瞒不报这个实情啊！报啥呀？报啊！啊！这王班长当这个班长还没几天，没过够瘾呢。那啥，报啥呀？谁呀？你代表连署长批评批评行了呗。嗯，你也该批评了。你这个菜是不是超标了？咋不说质量也上去了呢？这不是那啥嘛，支持这个王班长工作。不是让您买好的，我也不是让您买贵的呀。买好的不就是买贵的吗？好货不便宜，便宜没好货吗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我行了行了，别找理由了，别找理由了。下午到药室学习啊。不学不行了，红班长不在还真不行了。我关上，别挡着我呢。哎呀，走了，走了，那个组长，组长，组长，下午几点开会呀？亲娘，我怎么摊上这么棒饼啊？人家回来干活了。我送副部长呗，处理那会儿。大钟，你看小强咋打？你打啥哈欠了你？一看娘个大着大哈，你咋也打？娘啊，打哈欠传染。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上课时间怎么集体睡觉啊？到时差来了？没有，就耳朵听着呢。俺没有睡，俺是休息一下眼睛。休息眼睛啊？把他叫醒的，叫醒。小强。啊？小强。啊？我看完了。看完了。大周，睡着了。完了，该上主食了吧？嗯，是该上主食了，该收拾桌子了。您班长。啊？啥了还上主持？你们怎么回事啊？我让你们放手干了，你们就挨个给我犯错误，我怎么摊上你们这帮饼啊？那不都是为你好啊，你当上班长了，所以我得买一些好菜呀。你看你不都亲自看了吗？是呀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嗯，胡，你那个主食人家都吃了三顿了，那能好吃吗？那不为了支持你工作增加新品种吗？你看我那也是响应你的号召，我才搞的创新嘛。嗯，对呀，我也是为了支持你的工作了，编导才没有数。对，你们学习的时候睡觉也是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呀。都说谁睡了？去操场上跑五圈。正好想活动活动。啊，正好腿睡麻了。哎呀，那啥，那我没及时叫醒他们，要我也去跑去吧。你愿意去就去。我也有责任，我自己罚我自己吧啊。哎，你们都走了，谁干活啊？哎，我的个亲娘哎！哎，命怎么这么苦呢？
这个连首长啊，让我跟你说两件事儿。就是我们帮这工作就是太突出了，其实也不好，老表扬容易让人家哎，容易让人麻木是吧？嗯，选一会儿你就不麻木了。啊，我代表梁首长对你们班最近的表现提出批评。批评啊？批评找他最近负责工作。您看，一批评又找我了。那个我们班最近的工作确实出了点问题，但是我认为呢，主要是底子没有打好。要怪就怪我来得太晚了。你看，你们不要互相埋怨，那怨谁嘞？啊？难道怨我这个司副长吗？是。嗯？那不是。行了。要我说，你们班最近确实表现不怎么样啊。业务学习集体睡觉吧，是吧？饭菜的质量有所下降吧，是吧？菜买的价格有点高吧，是吧？你们不能这样下去了，那天差点炒出那个生变动，幸亏我当时及时制止。行了，你们啊，赶紧拿出一个方案，看看怎么改进。是，我先走了。行，慢点，收着啊，收着。哎，王班副，不是我批评你。让你管吗？你管得太细，让你松吧，你也松得太多，你不能选个中间的平衡点吗？要充分调动战士的积极性。我怎么调动啊？让他们全当班长，我来当兵。回答正确啊，就是要他们参与管理，调动战士那种主人翁的意识嘛。你说他们学习的时候睡觉，我让谁睡觉的到操场上去跑两圈，他们抢着去了，说要活动活动，连那个没睡觉的都跟着下掺和。你说这不故意气我吗？绝对不是故意气你。这个学习班的特点你应该知道吗？早上起那么早，人家开会时候偶尔犯个困也很正常，可以理解吧？你说他们犯了错误，非要说是因为支持我所以才犯的错误，你说这不故意跟我作对吗？你绝对不是故意作对，还是你方法有问题。对，我方法永远是有问题。这个班长我不当了，行不行？你们爱谁当谁当。一个星期以后你想当都当不上了，但是这个星期比较当好，因为这是命。哎，算了，哎，我看你这个样子，我再教你几招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掌握了这种方法，你到时候就尽情领导行了。哈哈，要用这个办法，你就等着出成绩吧。管用吗？一试，百试百爽。哎呀，这两天我这个哎呀，案头工作呀，哎呀，出书啊，真是不容易啊！不干是不知道，一出吓我一跳啊！冲你坐。那你慢点，慢点。我跟你讲，插配时代已经过去了，红星激战法进入微下时代。哎，那个开会了，人呢？来，开会了，又开会了呢。对呀，开会了，坐一会儿，啥没干？这个这两天呢，我们的工作出了点问题，主要是怪我啊，我的这个管理方法呢是有点问题啊。是，那是都行了，你们也是有责任的啊。我开这个会呢，我讲两点啊。第一，学习时候睡觉呢是不对的。啊，明天呢还要学习，谁要是睡觉呢？跑两公里。对，但不是睡觉的人跑啊。我们把责任呢落实到人，一个监督一个，谁要是睡觉呢不用跑，监督他的那个人要跑。这个大轴监督小虎，小虎监督小蒋，小蒋监督小猫，小猫监督大轴。啊，等，这不对呀、啊！那这睡觉不跑，我凭啥跑啊？你说别人就你爱睡觉，你要是睡来了我跑。不是，我没弄明白。那如果大家都睡了，那咋整啊？对呀、啊，那就得他跑了。起来！哎呀，谁呀、啊？我还以为你在外面跑呢。我在开会呢啊！我讲第二点啊。要对每一个人的工作质量进行评分，净整点小学生那玩意儿，用不用给一人发个小红旗儿？丁守建，我说大家一起商量，大伙儿饭早就过时了，我们要一个人给一个人的工作质量进行评分。按照刚才的顺序啊，大轴评小虎，小虎评小蒋，小蒋评小猫，小猫评大轴。转着圈儿评啊？咋会吧？哎，小江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能睡觉，你别吵你了，我告诉你，我给你讲。
呢？这样睡觉了，行吗？你睡觉，我睡觉。谁睡觉了？我这不盯着小江，这样看清楚。哦，小江，你自觉点啊！你要睡着了，我跑圈，我冤不冤？妈，你这孩子娘怎么吓人了你？咱俩都是同龄人，平常关系不错，你可千万别坑我，故意睡觉让我跑圈啊！我那还敢故意睡觉呢？大中的瞌睡虫，我看他看不过来了，闪开！他要睡着了。你捅我干啥呀？捅一下就行了呗。谁捅啊了？小毛捅的。我捅嘞，离那么远不拿棍儿，我够不着，这不能够着吗？毛，你捅他我没啥意见，你别老伤及无辜，你老捅我干啥呀？捅你就对了，他还睡觉，毛替我盯着呢。我谢你，我看大帅看不过来了，我坐他旁边。你别，你走我咋盯着你？这结果我有没有谁做呀？防患于未然吗？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？都互相看着干什么呀？看屏幕。哎呀，好啊好啊啊！炊事班的同志学习热情很高涨，很好啊！我代表梁首长，别影响我们学习。再见再见。嗨。天佑，哪儿？卖二丫的菜吧？对啊，他家菜好。嗯，价钱更好吧？你这话啥意思你啊？我啥意思？我的意思是你必须降低成本。你老卖二丫的菜，你啥意思呀？这孩子，你怎么跟那王班长似的呢？你站在监督你的位置上，大周哥不想也得想呀。不是你，难道还怀疑我的人品和菜品？我不是怀疑你的人品和菜品，我是怀疑那价格。你这不还是怀疑我吗？哎，大周，哎，小毛也在呀。嗯。哎，今天怎么不买无土栽培的蔬菜了？不好吃啊。问毛了。啊？怎么了？口感很好，黄瓜是黄瓜味儿，土豆是土豆味儿，芹菜是芹菜味儿。嗯。这不废话吗？芹菜能吃出韭菜味儿来呀？哎，大周。嗯，啥意思？啥意思？这不最近嘛，他给我的工作打份儿，有点小钱儿，不认他大周哥了。是呀，你那无毒栽培的菜，你看看价钱就是贵嘛，你看。啊，那个大周，他说的没错，这无毒栽培的蔬菜呀，确实贵。后来呀，我们经过实验，把成本降下来了，不光节约了土地，还降低了成本。卖以后的这个价格呀，和普通菜一样了。卖，真的啊？真的。听到了没，毛？那口说无凭，眼见为实，以后每天跟我对账。嗯，二丫，欢迎你常来，拜咱们三个人三堂会审。三堂会审？不是，你等会儿，这拿我当嫌疑人了。大周。哎，小江，到。别忘了我给你打分呢啊。行了，你别老监督我行不行？你爱打多少分打多少分，反正我这人对低分数已经适应了。给我站住！打分不是目的，主要是监督你的工作。把咸菜放着，我尝尝。哎呀，这还带着工具呢。那咋的呢？打分不带工具？咋样啊？含盐度3.5%。哎呀妈呀，胡你太有才了。这家你舌头是化学仪器呀、啊，你能尝出这咸菜含盐度来？我尝不出咸菜的含盐度，我还尝不出海水的含盐度吗？海水平均含盐度3.5%，你这个咸度跟海水差不多。嗯，不是，那3.5%是多是少啊？要少了我加点盐去。你加啥呀？你再多加10倍成死海了。你这样，再放点萝卜条，把它弄成像波罗的海似的，平均0.7%就够了啊。行。活那个啥，那你再给看看这个切的这个条的这个样是按照你要求切的，就是那个长8厘米，宽2厘米，行了，重量2.5。你这合乎标准吗？啊，你这一看就不合乎标准，不美观。不是活，你这要求也太那啥，不是再美观的几何体，它这吃肚子里它也不美观了。哎呀，学会顶嘴了现在还？啊？不是，什么不是啊？你对工作那么不精益求精呢？
那得一丝一毫都不能差，知不知道？飞机上的零件不合乎标准能行吗？不行。导弹上的引线要不合乎标准能行吗？不行。卫星上的芯片不合乎标准能行吗？不行。那能行吗？演啥你啊？怎么的？给我进去，重新改道，称重来。收拾不了你了呢，我还。快点，大招，来把这秤我用用，给他称称萝卜条。你等，我称啥呢？看不着啊！你蒸啥馒头这是？标准是二两一个，你这家好多大都有，你看一个缺两，有个多两，这干什么玩意儿蒸的？这是那么事儿呢？自己吃又不拿出去卖呢？哎，等会儿。拿出去卖就更不行了，你这属于欺骗消费者，还拿出去卖，你能弄那么标准干啥呀？这不都得吃肚里呀？对，你说啥呢？你这工作怎么这么不认真负责呢？啊，这边一丝一毫都不能差呀。我问你，飞机上的零件不标准行吗？不行。导弹上的电线不标准行吗？不行。卫星上的芯片不标准行吗？不行。那这行吗？啥玩意儿？啥行啊？小张说活好，尤其最后那个行吗？太感人肺腑了。这全我刚刚说他的。你刚说就更不应该了，你这属于明知故犯呢、啊。重新做，差一点都不行。你咋什么事儿呢？多亏没让你当副班长，比王班副还事儿。快撂，咱俩找个地方谈呢。谈啥呀？你必须得谈。不是小胡，你这态度必须得端正。毛炒啥呢？哦，干煸扁豆呢。对呀、啊，你说毛啊，这菜可得炒好了，可得炒熟。要是不熟呢，吃了之后容易引起呕吐啊、腹泻啊。知道了，用你提醒。行，我不提醒了。反正你的工作分数我直接打。乔星，哎，欢迎监督，今儿该打高分了。哎，你好，大长，你搂一下。来，我拿个筷子，快烧好了。烤啥好啊？这还没熟呢，都绿着呢嘛。你谁嘛？你看着命晃了吗？这不就绿的呢？你还在忙？忘了，绿的，忘了，绿的，忘绿的。哎呀，炒啥呀？不好好炒菜。炒扁豆。处长，你给看看，你看这菜是不是还绿着呢？处长，你看是不是发黄了？太红了。不行，你这个扯你这扯你糊了，你们烧乱了，放着。呀，炒糊吧，当前啊，炒菜的真嫩嘞。哎呀。看看，炒糊了吧！哎，王班长，班长，班长来了。班长，真好啊！真好啊！我操！梁署长对你们最近的工作提出表扬了。哎呀，你们炊事班是焕然一新啊！哎呀，那都是王班长领导有方。王班长，实力跟着崴着呢。哎呀，没想到王班长你真有两下。哎呀，我呀，继续努力，不要骄傲。对对啊，都是大家的功劳啊！大家参与管理，互相鼓励嘛。啊，大家的这个热情被我的这个王氏激将法给激烈出来了。怎么感谢忙啊？这我叫他的，我告诉他，我这干啥？你这个人呀，是什么你的主意？怎么那么自私、嫉贤妒能嘞？把工作搞上去了，比什么都强，是吧？大家伙的智慧嘛，对，是是吧？什么版权不版权？是。好，继续努力啊！一定的。这个洪班长已经把他的这个菜谱总结出来了。这我先去了，你们好好干。好，慢走啊！慢走，慢走。好，再见，处长。王班副。王副班长，我回来了，你不用继续努力了。你先等一会儿。等等，大家听见没有？副部长表扬咱们俩啊！是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没你啥意思？耶！这个大家绝对不犯。好，站长，你的心态不错吧？对。哎，王班长，那主食再增加两种。哎，行，好。是不是还上那个二家那买菜啊？可以啊。哎，那个咸菜就这么腌了吧。干一个，没问题。好，长，你忙吧，你歇菜会去吧啊。行，哎，我忙着呢啊，有事找王班长，上前。哎，这个等，胖胖没啥事，你在那坐歇了啊。这，你挺大，挺棒的。别说等菜，都外边喝茶。等，
喂，说不理我哈，这当我是什么人呐？分得起我的原创。喂，哎，你们不要转。